主料：番茄200克，鱼丸100克，鸡蛋3个，辅料：葱花、鸡精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番茄切块，鱼丸一切为4，油锅加少许油烧热，下入蛋液煎至两面金黄，铲碎盛出，油锅继续烧热，下入葱花爆香，下入鱼丸炒熟，下入番茄块翻炒一分钟，下入鸡蛋，下入适量盐，鸡精翻炒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喜欢番茄的汁浓一点就多炒一会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